我在这儿呢，那个，跟大伙说个事儿啊，我们队长啊，钱包丢了，里头有200块钱，谁看着了呢，就给送到这个保安室啊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哎哎哎，你又干啥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新发的鞋，我咋就挤不进去呢？我。你说挺大个人了，连个鞋都提不上。我看看，我脚脚多大点？46。别挤了，44的鞋。四，哎呀妈！你说这队长发鞋还给我发错了，我找他换去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是谁给你发错的鞋？队长啊。哎呀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啊？咋的了？你想啊，咱队长是多么仔细的一个人。啊，偏偏把你44跟46的鞋发错了，明白啥意思没？哦，哎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队长他是46不分呢，他是啥里边了？不是，那不是他咋还？你什么玩意儿你呀？咋还发错了呢？你知道那个大型古装彩色电视连续剧《还珠格格》里啊，容嬷嬷给这个小燕子下班第一步是啥不？不会是也给他发了双小了点的鞋吧？哎，对了，这只是第一步啊，紧接着他将会拿针扎，哎呀，开水浇，哎呀，看让你吃不饱饭，还睡不好觉。不是，那咋整啊？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想啥办法呀？我呀，你说，哎，有了啊，你帮着队长把他钱包找到，转变他对你的看法。问题解决。不是，你说队长他丢钱包他都不知道在哪儿丢的，我上哪儿找啊？那倒也是哈。那是谁还能把钱包给送到我面前来呀？二啊，给你钱包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酒的这个。不是，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梁姐，好久不见呐。姐呀、啊，去三亚了。哎呀，三亚呀、哎！我跟你说啊，那三亚的天儿老蓝了。哎呀，那三亚的海呀、啊，老绿了。哎、那三亚的空气呀、啊，哎呀呀呀！不不不，哎呀呀，不是不是，梁姐，来干啥来的？对，哎呀妈，瞅我这记性啊！我这不今天刚回来吗？啊、我拿扫帚刷，那么一扫，啪嚓。那么一看，我嗖的一下捡到一个钱包。哎呀，谢谢梁姐啊！哎，帮着找失主啊！行，姐你忙去吧。我走了啊！哎，走吧，再见。哎，我都没带够。哎呀！哎呀！这条三亚还扭上了。哎呀，机会来了！是，知道这钱包是谁的吗？谁的呀？队长的。真是队长的？我陪他去买的。拿着给队长，就说你捡的。哎呀哥呀，你说我要把钱包递给，哎呀，不对呀、啊、哥，你不说里边有200块钱吗？对呀、啊，空的。完了啊，这不扯呢吗？咋了？你说队长丢的钱包里面有200，你捡着还回去了，200块钱没了，那不以为是你干的？那可不咋的呀，那不得把我当小偷啊？对呀、啊。第二方案，第二方案啊，还有第二方案，把这钱包撇了，就当没捡着。那我跟梁姐我咋交代呀？他一天神叨的，你跟他交代什么玩意儿？就说没找到失主不就得了吗？你放心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哎，傻子，好像有第三个人知道了，哥。哎、啊。是队长丢那个钱包吗？啊，你撇的？不是我，就是你啊！不是雪儿。行啊，钱拿出来了，钱包撇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就告诉队长。哎呀，别，你这孩子不着急呀、啊？你听把话说完呢。刚才钱包不是没拿中吗？啊，掉窗外了。对，这里面的，这不钱？钱？这不。钱搁这儿呢吗？你说这不搁这儿呢吗？200块钱，对你以后下回你看明白，你说。你说这事儿你跟队长，钱包找着了，我这就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谁捡的？你俩摸我手干啥？队长，二太俩摸我手啊？不是，那个钱包找着了，在保安室呢，我发现的。不是二啊？啊？你说你摸人手干啥呀？你说
这可咋整啊？这能有啥办法？往里塞一杯。哎，哎哥，你刚才是不是相当于丢了200呀？不是，什么玩意？不是，不是，刚才呀是200块钱，不是解你燃眉之急吗？我借你的，这钱你得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我没钱呢，我一分钱没有啊。一分钱有，那也不够啊。刘成，咋整？你说，不对，嗯，这事儿不对呀。咋了？你看啊，钱包丢了，里面的钱没了啊。最大的嫌疑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二啊，就他，金又来了，他整的钱包。对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又你。不是，那个，不是，姐，行了，来，行，别，你瞅我这记性啊，姐呀，不是去三亚了吗？啊，姐给你俩呀，带俩南瓜梨。哎呀妈呀，从三亚，你咋不带点酸菜回来呢？带俩南瓜梨，你承认呢？这是啥啊？那酸菜不是咱东北特产吗？那咋的？南瓜梨三亚特产呢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三亚的水果啊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姐，梨呢我们先收了。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刚才你不捡个钱包吗？你知道是谁的不？谁的呀？队长的。队长的呀？队长的。那你就还给队长啊。我是想还，那里面没钱呐。里面没钱呐？没钱。那没钱你跟我说啥呀？不是，里面有200块钱。里面有200块钱？200块钱？你俩是复读机呀？能不能别重复我说话，分析事儿啊？哎，不对，嗯，我捡钱包的时候里边没钱。哎呀，有钱！你看我给你捋一下啊，你说队长丢的钱包里面有200，你捡着了，还回去钱没了，队长是不是得以为你干的？队长以为是你干的？不，什么玩意儿？是你？我呀？你？妈呀！那咋整啊？能咋整？往里塞钱呗。我也没钱呐。你没钱也得塞呀。我就100块钱。哎呀，梁姐呀，你这100块钱那肯定不够啊。哎，要不拿这两张梨，一个顶50，2个100，咋样？啊，就这样，那二你拿着，哥吃不起。不是哥。50呀，梁姐呀，啊，钱够了，一会儿啊，我让二给你掏那100，回头呢跟队长说，钱包你俩捡的，不是。二啊，嗯，先谢谢你。行，就是有点贵，也别太闹心，对不对？毕竟是队长丢的钱包，那说里面有钱，那就是有钱嘛。啊，有钱，有钱。行了，忙去吧。好嘞。哎，对，这个饶起来就对了嘛。哎，不是他，哎呀，哥啊，梁姐是开心了，我咋整啊？俩南瓜梨100块钱。哎呀，为了就吃的。哥啊，那个麻烦你了。不是啥意思啊？不是你兜里不是有200吗？你先借我100。一分钱不掏，搁这空手套我呢，是不是？我还你。不借。哎，哥。啊！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告诉队长，这钱包是你捡的。你吓唬我呢啊！是啊，来，借，给埋汰啊！不是，100块钱知道你啥样人，来拿着。不是哥，我不是那人，我还你。上一边拉去吧，你一会儿把这钱给揣里头。一会儿队长来了，我知道。哎，媳妇儿。喂，老公。我今天早上着急买东西，把你钱包里的钱都拿走了，我忘告诉你了，你一会儿别没钱吃饭了啊。啥？行，先挂了啊。哎，哎，你想着点还我就行。二啊，哎，钱包捡着了。哎，那个队长，谢谢啊。队长。那个你钱包找着了，你不得看看里头钱少没少啥的？对呀。这有没有钱我心里还没有数吗？看看去。哎呀，
200块钱？哎，对呀，队长，你不早上说的吗？丢钱包丢200，我俩给你找回来。哦，哟，但是这事儿啊，他不对呀。啊？咋？队长发现啥了？你等会儿，队长啊，差哪儿了呢？我这钱包里啊，他应该是500块钱。哎呀，哎，这咋就剩200了呢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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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是不是掉哪儿了呢？那我得找找啊！没掉你兜里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没有！啊！钱哪儿去了你？哎呀！这200咋就变500了呢？你不说他丢200吗？别动，我都回去，你别慌，我捋捋。啊！500，你告诉我咋就变成500了？哎，不对，这钱包啊，除了你，除了我，还有第三个人碰过。喊他出来。雪，干哈？队长钱包，刚才你看着一下，里面是不是有钱？不是，你俩有病啊！啊，刚才我看的时候里边没钱，钱没让你俩拿走了吗？不是，你啥是我俩拿走？我给你捋一下啊。怎么了？刚才钱包，我不这样的吗？你不这样的吗？回首这样的，你不这样的吗？你看，现在钱包谁手里拿着呢？这时候你该摸摸手。别闹，我可是有家室的。雪，下一个。哎呀，贼清晰呀、啊！哎呦，医生，哎呀，厉害呀、啊，哥，还得这么玩的啊？那是，咱队长丢的钱包，说里头有500，经你一手，少300。对，300啊！来，过来来，我给你500呗。来吧，给我来，来，500，给你。我这你干什么玩意儿、啊、呀？这真是500。不行，就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实在不行，我就给队长看照片，照片搁这兜里呢。你看队长信谁的？以后在咱园区咋混咋混？我合着我啥我也没干，你俺俩摸我下手，我还得给你300块钱是吧？那个是有点贵了啊，对，那我买一赠一，来再摸一下。去，别碰我，不要脸，急眼队长。我就200块钱啊，我都给你俩，什么人你俩？呸！你干啥你？哥，这还差100呢啊！下一个。哎、现学现用啊！不是，这不还差100块钱吗？不借。不是，你说我现在吧，啥都没有，就有这么一张照片儿。借。开玩笑呢吗？可闹呢吗？这不，你揣着啊，欠200，把照片删了。行，我这吧也不叫要挟啊。哎呀，我就是二啊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这个钱包啊，刚才呀、啊、里面的钱不知道什么风，这就刮呀，刮的两哪都是。老二呢，在桌底下回手一掏，掏着了。哎呀，这不是。哎呀，这500块钱我到处掏啊。对，行啊。哎，我先打个电话啊。行，成了。哎，媳妇儿啊，啊对啊，钱包捡着了，啊是啊对，啥？那孩子学费还搁里呢？那是多少钱呢？3000块钱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是哥，咱捋捋啊，这会儿咋就又变3000了呢？我叫哥迷糊了，我这工资都不够往里放的，不能这么整啊！再这么整啊，房子首付都在钱包里了。是啊。我跟跟我队长，不是这边这说实话，队长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你这钱包捡的时候里面没钱，钱是我俩放的，你信吗？你说我信不？我说他不信呢，我也不信呢。你说这咋？哎，有了，队长，我知道了。你这钱包第一个捡的是梁姐，她肯定知道里面有没有钱。梁姐，梁姐，赶紧到保安室来一趟，赶紧来，梁姐。来了。哎呀妈呀！行，别跳了，都啥？这都火急火燎的了，赶紧。呀，队
队长。哎呀，梁姐，上哪儿玩去了？哎，别，姐，先别说了，队长，你一会儿再问。这么的啊，姐，哎、你刚才呢，捡那个钱包里头到底有没有钱？有钱。哎呀，姐呀、啊。哎。那你还记得当时这钱包里它有多少钱吗？100块钱呢？不对，是200。啥呀？300？别说话了，明明是500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200块钱。行了，我这钱包里啊，它压根儿就没钱，没钱。哎，你说你呢啊？那我就算是队长，你不也不能拿你自己的钱去补我那钱呢？不是，队长。那我又不是为了二吗？他不是得罪你了吗？他啥得罪我了？那二平时表现得贼好。哎呀妈！那队长啊，瞪俩眼睛说闲话。你说你对人好，你给发了一双小了的鞋啊？鞋小了？对、啊。那就发错了呗，我给你换一双不就完了吗？啊？发错了？那不扯呢吗？我还搭了200块钱呢。那我还搭100块钱呢，还有俩南瓜梨。哎妈呀，那我咋的了？我不光砸200块钱，还没往下手呢。不是你往下手咋的了？行了，咱们呢就是个保安队，咱得为咱小区服务，都把那心思啊往那个小区居民身上放一放，不好吗？就这么大点的事儿，非得搞这么复杂。来，这个钱呢拿回去。二啊，走，我给你换双鞋去。哎呀，行，队长，我就发现你一身正气呀、啊！你瞅瞅你们俩，我拿走了啊！队长，我还给你拿南瓜梨了。这不扯呢吗？我忙活半天，忙活啥呢？卖孩子买猴玩呢呗。这咋的？窗户关不上了呀？哎，来，我走位，等会儿走位，给我走位，来，我气死你了。